此刻心情，我觉得，其实我超放松的。我也是哎、欸，对啊，对。因为今天就是带着一个观礼嘉宾的心情来的。没有了，还有颁奖人呢、啊，还有颁奖人，对对 对, 對, 對, 對，颁奖反而比较紧张了。对对对。好、oh, ，OK OK， 太放松，你看有多放松，对对。啊，没有深啦，就想说轻松一点，对啊，穿着 Tom Ford 的西装这样子，嗯，深一点哦、喔，可能没办法，那要这样吗？还好啦，平常有在维持，平常就很厉害還 ，OK 还 OK， 对，没有，柏宏也比较厉害啊，对，什么部分？肉体。好，部分好，对，我以为是我的内心。好，大大祈祷，不止小小。对，但是大大祈祷，但还是带着一个平常心啦，因为就觉得来这个典礼就还蛮舒服的，就可以认识到很多人。对啊，对，其实能够来就很开心了。就出去前的那一刹那，会是最紧张的。对啊，对。啊，对，是，对。所以就非常紧张颁奖的部分这样子。你等一下一定要锁定直播，就会看到那个表情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一个鬼的脸带着玩心啊！有点紧，在这里就好了啦。对，因为大家都练太重了。好，谢谢。Bye.